榴莲到中央大街喽。大碟儿冰棍儿。索菲亚大教堂，我们要去对面这个菜市场，试一下东北的特色饮品。好大一个，感觉黏糯吗？我终于在东北吃上烤的面了。都有。早安。现在我们去花景区大街，要去吃冰棍，可以啊。就是头一天在冰雪大世界冻的。嗯，哎，我们昨天去冰雪大世界，他们两个都有一点鼻塞。啊，中央大街喽，小榴莲到中央大街喽，来烤鸭。冰的沙啊，超级好买的。159人民币。这一家好多人排队。来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定要打卡吃它的冰棍。我们在排这一家，我朋友已经在排了，好多人啊。马蝶冰棍儿。冰棍儿，原味的吗？感觉有菠萝的味道，就是很清晰，冰棍，冰滴在上头。我要讲，你需要用 sensitize。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我有一点，我觉得没有那冻梨这样冰，很好吃哎，有一点菠萝的味道。这里的原味都是菠萝的。它的奶香很重哎。中央大街随处可见的雪雕还有冰雕。刚刚我和这两个警察拍照了，我之前在抖音刷到他们，好高哦，他们。索菲亚大教堂，我们到了，在这里。这里有很多人拍照，他们都会穿这种，这边都是哦。到处都是动作，周围都是，在这里拍写真，这里也是。我想说的，自己看吧。索菲亚大教堂打卡啦！我们要去对面这个菜市场。我朋友说里面有卖吃的，我去看一下。试一下东北的特色饮品，照顾好您的小冻梨汁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好喝，先来一下这里最有名的哈尔滨红茶。为什么是要给他们买那个普通的还是儿童的？普通的就行了，那个普通的里面它没有。直接用手拿，对，好大一个，还是你要？雷哥买了四个，谢谢。商场为了确保您和他人的安全，在纯肉的扎实，注意一下形象，请照顾好您的小孩。朋友说这样子是奢侈的，是吧？平常是切片。三鲜黏豆包。嗯。那上面是什么？糖啊。好。我把那个刚才这个皮儿扔进来了。哦，来来。甜的。
录起来可以可以，没事没事。啊，窝头。这个是窝头啊。嗯，这个。对。这个我吃过，阿姨做的花卷。这个。好了，面。谢烤冷面，我终于在东北吃上烤冷面了。什么味道？有点辣。嗯。有问题。像粉皮的口感，啊，这是什么肠？淀粉肠。问太多了。三幺尊敬的顾客，很难拍视频。欢迎光临本商场。江龙，拜拜。烤韭菜，两碗馄饨汤，还有。中间那个要把它吐掉，因为点了四个啤酒，都是哈尔滨产的。哇，憋不住了吧？好了，今天我们是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夜了，明天我们会去鹤岗，这一集就到这里喽。嗯，拜拜。